今天我们要说好话来互相夸一夸彼此。你们中有谁听过夸奖的好话吗？好话。我的妈妈说我学习、整理、吃饭都能自己有条不紊地做好，还夸我是乖石头哦。哦，果然是艾丽。哼，我都会自觉地整理好玩具。我们小凯莉真懂事，妈妈会这样夸我。凯莉真棒。我的妈妈呢，经常会跟我说好多好多好话呢。比如说，凯文，说好话的时候快吃饭。凯文，说好话的时候快刷牙。我也听了好多好多好话吗？嘿嘿嘿嘿。